看了不少特种兵题材的电视剧，特种兵的老大有什么大队长、中队长、参谋长、一号首长之类，最喜欢的还是段奕宏演的特种兵 A 大队中队长。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很惊艳，身手干净利落，关键身上的那股潇洒劲非常吸引人，到了后面性格就很饱满，有时候很锋锐像一把刀，有时候又很人善，可以和士兵坐在地上长时间的谈心，有时候还有点孩子气，喜欢玩闹。总之，如果特种兵的老大都是元朗这个样子，确实很帅。任天也曾在《我是特种兵》里面演过狼牙特种大队的大队长，论形象是很帅气的，但是感觉身上稍微欠缺一些军人的血性。侯勇在《我是特种兵》一里演过狼牙特种大队的大队长，到了第二部里面则成了狼牙特战旅的旅长，算是高层人物了。侯勇演起这种首长类军人角色还是很纯熟的，说话也带劲。周慧林在《我是特种兵二国之历任》里演狼牙特战旅参谋长兼狙击手教官，算是电视剧中一帮新兵实际中的老大，一切训练和实际行动都由其负责。周慧林给人的印象是说话抑扬顿挫，很有气势，但这形象就有点那啥，一副笑面虎的样子。徐佳在《我是特种兵三只火凤凰》中演的火凤凰特战队教官，说话有点温吞，气势上也差。